大家大平安。你今日开始，咱向教会加一户的朋友讲这户无偌大户啦。一个先生，一个太太，三个囝，一个媳妇。总是阮两个囝都离婚过话，所以我想我啦，既然是新的家庭，咱。我可以介绍我的家庭哈，我是你弟弟。今天我是读菠萝跟圣典弟弟。2015年2月1日，我就是徛伫这个讲台，多谢咱的邀请，我甲咱三个五分伫这。3月1日，我伫这进行上京。我想咱来期待，我毋忘永福教会永远的福气是咱台人来参加有阮伫遐的祈祷。我毋忘这间教会是我人生最后无悔的一站。那假使咱来到如何到庭，我甲恁讲永福教会恁有福气。我过去，我人生上光彩的时是伫温哥华。我37岁到50几岁人伫遐，然后阮遐有真水的一段生活。我想若有机会，应该是永福教会，咱大家人三甲来祈祷。即句，迄个时是我真少年，真有冲劲。即句是应该是我上成熟的时。恁拄仔想我迄个葡萄成熟时。总是我想咱台湾三甲来，永福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。我望你若出去的时，别人若伫咧问讲，你伫啥？你伫倒位做礼拜？你千万你唔通讲我伫王进财牧师的教会做礼拜。你捌听到人安尼咧讲无？外口真侪人，你伫倒位做礼拜？我伫某边人的牧师的教会做礼拜，唔，迄毋是牧师的教会。咱的教会是啥物教会？这是上帝的厝，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。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做地基，这个教会是上帝做咱一切的中心。牧师伫遮只是一个路过的身份，受托受交代。所以我用欢喜的心，有份伫这个幸福的大家庭，这是上帝的厝。既然是那安尼，由于我毋忙，比一开始，我伫咱这个遮带咱礼拜的一开始，毋是要带咱讲什么人来讲起咱信仰共同的中心，什么对象？上帝。因为咱今仔日坐伫这个遮，一个共同共款的信仰，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这是无论你行到叨位，全世界教会去十字架的教会，第一句话共同的宣信就是这：我信上帝，过来，全能的父，过来，创造天地上帝，创造天地无敌的主宰。这个上帝，这个创造者，是我的老爸，是我所信的。咱要讲阿门无？你若讲这个阿门，我跟你讲后边。后壁所有代志拢通处理，所有代志拢好讲。阿拉伯，咱伫这个遮，咱有迄个亲密关系，亲密关系真多些。法律师夫妇伫这个遮，阿拉伯人两个讲，阿公我听这个家庭，某人讲我听这个家庭，两个人有共同的基础，所有的意见卖阁冤家啦。你要讲阿免无？那安尼时就变作你我有真侪代志看法无同，处理代志优先次序无同。但是恁两个无论哪个处理，拢共同为了照顾这个家庭，照顾这个家庭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阿母肯定卖不完了，来拜托的。恁老王最高安尼，范律师啊，梅英姐、苏英姐、苏英姐，恁都安尼就说个别拢结束了。因为其实信用拢真简单。信用真正拢简单，人伫咧带信用，甲信用带到足复杂。人伫咧带信用，甲信用带到哦，都一个阶梯，一个阶梯，一个爬，爬到尾你才会当得救。
落去马顶爬到一半时，发觉不对。人咧去做诶，拢是一个信用诶阶梯吼，你直直爬，互你真无用，直直爬，爬啊到尾啊，家庭、收家、你诶亲友、你诶社会生活，拢无了了去，拢伫为着要得救诶代志，为着要互上帝看最好，哦，足无用。落去马顶讲，唔咯，你爬到一半，发觉讲，人伫上帝面前只有隐性，安怎？谦虚。人咧问耶稣讲，先生啊？我伫上帝面前，我著知影做啥，当你著救啊！耶稣大爷安怎讲？你著尽心、尽心、尽力去听出你的上帝，搁著听出面前著家己，这你拢会晓背。耶稣，你著照安尼去做就对啊！你若照安尼去做，你著得着救啊！但是我甲你讲，早前个法利赛人，伊也是所有人，甲信仰，人伫上帝面前个信仰处理啊，足复杂。啊，是一个安息日著偌济鬼，搁带鬼。偌济规律，你收拢袂了，提掉所有信仰的保障，拢提掉，都转来伫即个信仰的中心点，咱全面对上帝。唔知你去讲阿门无？今天伫上帝面前，你面对受教者呢？你有听话吗？你现在你是我的囝吗？你若听话，你就做我所爱的，因为这信仰这简单点。OK， 来，咱来进入今仔日即个。所以，那是同款的，即个上帝的信仰，咱要来讲，来，迄、那个，啊 ，OK， 好。是的，这样说话，早前我都在干嘛啦？刚才这个电脑里碰有什么啊条件的吗？来讲，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。上帝若是宇宙万面的创造者，那安尼咱人是毋是上帝所创造？是毋是？注意哦，当你若讲这句话时，后壁有足深足深的意涵伊啊。所以信仰的个别第一句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天地万面包括人类是伊所创造，人是上帝所创造的面。那安尼，咱对上帝来，上帝咱的创造者，每一个人伫咱的生命脉内面，拢有上帝的 DNA， 拢有上帝的 DNA。无论你到伫什么款的所在，人类本身都有一个特质，人拢伫咧有迄个追求上帝的心，有迄个拜神的心，有安尼啊无？基本上人拢有这款的倾向。只是人，上帝啊！生倒一位是我的上帝，大人过来咧讲的无同款。对咱来讲，咱真清楚。对阿伯拉罕的信仰以来，咱的个别，咱找到一位，咱真多谢阿伯拉罕替咱找到一位，迄、那个独独天家的干一个，造天地的迄个是你的上帝，迄、那个是你的主，你的性命对伊来。到尾来，你还愿意负责任？这个阿伯拉罕人不但捌到这个造物主上帝，出的人望袂到这个时，因的心内嘛直直咧找，找啊到尾啊，看到伊也歹，哦，看到迄、那个，你有看到咱台湾有真侪，即摆已经到伫中南部、北部、北部啦，苗栗遐都有，用伫咧大路走走来了，全中一丛树啊，大丛树啊，全去箍一个红丝啊，讲下边个树啊。我袂使做，做了，我迄个有求心。我伫温哥华时，看到咱阿里山的迄丛树啊，佮有人拍倒落去迄丛啊。然后讲，所有家己关心的人，无人敢去带迄丛所有的神木倒落去啊，互雷，互雷拍倒落去，迄丛倒落去的树啊，无人敢去甲提掉。我滴，哇，上帝啊，基督的教会，敢是伫即个时上好、上好最认真的时。太无人，教会无人敢讲，来，阮志愿来处理迄丛树啊。民间看迄丛树啊是神木，内面有神，无人敢动。基督徒竟然教会拢点点，哎呀，不差。人到处拢有迄个敬畏上帝的心、敬神的心，但是因这个神的心、敬畏神的心，难算难欺，因为唔捌这个上帝。就是心内拢有这个 DNA， 基督徒
就等我讲到这的时候，你就知咱的公，咱的团，咱的信上帝，咱的团结，你是要团结。当人三，安尼早的乱乱插，因为伊唔得惊，惊这个惊迄个，连鬼也惊，连啥物物件拢惊，咱们这世间有鬼啊无？这世间有鬼哦，你看耶稣行神迹，拢面对的是鬼哦。但是基督徒神啊，咱唔惊鬼，因为你我咱信上帝，上帝啊在你的心内。鬼会惊袂？鬼惊啦，鬼着走惊。所以这世间不是无鬼，是有鬼，但是有心，咱有心内有上帝，咱接受上帝伫咱的遮，上帝内住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鬼着走到不远去啦。因无这个上帝，因会惊鬼。世间人到处迄个 DNA 伫咧超出神，因找袂到，找到到尾啊，甲变牛嘛，变做马祖。明明是人哦，马祖变神哦。太阳是因的神啊，北极星应该在想玄天上帝啊。如果玄天上帝就北极星啊，关公是不是因的神？是啊。这个名人找不到叫做什么神？啊？赖清德叫做什么神？你们这世间到处拢伫咧，因拢伫咧造神。因人心内有一个 DNA， 因听袂到这个上帝，咱所拜的这个上帝，因唔捌这个上帝，因心内有一个 DNA， 伫咧造神，伫咧敬神。因为我讲，不管别人安怎样做，咱的信仰的基础伫遮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帝，创造天地主宰，伊都是伊是我的上帝。但是咱安尼讲的是科学家分享，科学家一个训练的。我想做科学家的人，若有细腻，即款的知识，互人互科学家容易全离开上帝。伊恁常常因为训练一个基础是，我若无当证明的，我若看袂了的，无当证明的，我拢唔相信。请问上帝让你看得到的？上帝让你看不到，所以真侪科学家都不相信。请问，这个叫做电火，和电火迄个光的迄个电，你看得到的？电你看得到的？乱讲，看得到。你敢会当看到光啦？你无法当看到电啦，对不对？你看袂到电，但是你会当看到光啦。真侪人讲，我爱你，嘿！请问我爱你的爱，你看得到吗？你能够看到爱吗？有我跟你讲，你看袂着爱，但是当你的丈夫甲你望一下，当你的女朋友痴痴的看着你，当你的妈妈摕一个小小的物件来到你的面前，摕来，然后甲你说两句，你知道，那个就是爱，对不对？因为上帝你看袂着啦，但是你要安怎捌上帝？对你目睭前所摆着所有嘅物件，你就知背后有上帝。想要知道倒下家己嘅心情吗？看到这倒下伊啊，你看到的是啥？有师傅创造的，对不对？看到这个背，伊家己嘅身伫遮吗？看到这个，你就那脏泥有人擦，对不对？因为上帝你看不到，但是上帝的作为，它所在地的，就像咱读的诗篇的八篇，启文
我甲你讲，这门是予遐个 Armstrong 第几个第八年，等于八几到第八年是甲四片第八支线插第八年，然后花万的厝啊，太遐尼低调，你个手术做太遐尼低调，等下由于这是咱的上帝。然后一日，人甲上帝变作看得见、摸得着的，迄、那个上帝是真正个，是假。当你讲到这时，你就知台湾人咧相信的，伊有宗教的信仰，伊伫咧追求心灵，但是规个拢草谬去啊！咱还搁伫咧努力要互上帝，来加一个，互上帝还搁伫迄个伊做上帝位。伊是一个看袂见的，总是你若要捌这个上帝，对伊的作为、对伊的创造、对伊的奇妙，你就知影讲背后，你挂一个手表啊，你会讲迄个手表家己形成的吗？你讲好啊，无甲这个、甲这个零件、甲遐所有零件拢结起来，全他妈直直切、直直切，切了一百万年，迄个遐零件家己会切出一个表吗？即、这个上帝除了是对无对哪边，然后你看到即句为止，科学家讲回答世界安怎来？用大爆炸，你变大爆炸，爆炸太有三千年了，有人知，有人开始。即、这个上帝除了伟大到这呢，互你无法度当去切断，即、这个叫做你我人所信的上帝，即呾问题伫遮。这个奇妙的上帝，这么全能全知的上帝，伊做你的老爸啦，你的性命对伊来啦，有一日你的性命要倒在伊的面前啦。外口的人唔知道死了要去倒去，人死了就做鬼啊。OK， 列位，像你个当外口的这个乡亲，因也伫咧拜祖先的时，你知影拜祖先因烧的是咧烧金纸还是面纸？像金纸是咧烧啥嘞？银纸咧，那金纸烧神嘞，银纸烧啥嘞？烧火，烧鬼。银纸烧鬼，金纸烧神嘞。像拜祖先是咧烧金纸还是银纸？拜祖先是咧烧金纸还是银纸？你唔通烧了唔对呢？黄老师还要教你烧呢？我跟你讲，拜祖先就是咧烧银纸，烧银纸什么意思？祖先死了，祖先的灵魂做鬼啊！安尼知影无？这是为什么一般人真惊死的原因啊？死了，因的灵魂变成鬼啊！哎，伊都无咱死了，鬼做啥？伊都无咱死了呢？最贵吗？不是，啊，无最啥？最仙吗？免食饭的仙吗？嘛不是，这是道教的。基督徒死了，咱的灵魂等于地处回归伊啊。所以，老人你的祖先那个死的时，莫想过十万分分。你的祖先那个死的时，莫想过十万分分。你知影，当下只个纪念画袂落去啊！只个纪念画开，你艰苦画袂落去，医生要伊嘛解救啊！啊，无你就拜托下上天，你甲接近伊好无？面顶较好过日，还是下骹较好过日？面顶好。所以因为用荣归天家，啊，若要荣归天家，安息自怀，啊，咱就爱用平静的心送伊转去，真艰苦。但是无绝望，即款的心情，安尼你知基督徒面对生，咱毋茫面对死，咱有一个话语，因为咱知咱的灵魂在里边，因为咱相信，我信上帝，安怎？全能的父过来的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咱的信仰的根固在伫遮，当你我咱的信仰的根固赶快徛伫这个石板顶的时。过来后壁足侪信仰的问题，迄、那个理解的问题，莫为着这超前。
哪叫这个动摇咱的基础？所以咱真侪人伫咧讲，家不是争论是非的地方，家是什么的地方？我知啦，家是睡觉的地方，家是生囝的所在，我知啦。咱厝内阿妈某家庭也搁无无，厝内毋是个争论是非的所在，厝内是个表明我听你，你听我的所在。家是爱的地方，不是争论是非的地方。咱个天父教会过程讲做即款个所在无？咱个天父教会干个人来当问讲，你有信这个上帝？有我有信，你有信吗？有我有信，我嘛信。OK， 那呢？那你基础同款，后壁咱今日要安怎讲？你我咱和睦三件，安尼好。出来你我咱有分别，你我咱有差异，要哪里的路了对无？唔免，上帝照伊名来引出咱每一个人。你要讲阿弥无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第一章啊，会创造恁拢作熟嘛吼 ？OK， 拄则来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安怎讲？起初就是原起头，原起头。世界拢也未形成以前，宇宙万物拢也未形成以前，起初，再来讲上帝创造天甲地。哦，这第一章这个只讲对混沌黑暗的中间，上帝动就有光就有光，啊，上帝动，上帝用伊的能力，我嘛是靠伊的大能力动，然后一动，那就是成。所以每一个人，你要注意你的讲。你每一摆你咧讲什么话，他人咧讲话，你咧讲有困难啦无？你的话互人会死，你的话嘛互人会活。你的话互人会刺伤，你的话嘛有医治的作用。因为你是上帝的囝，你有亲像上帝的应用力。真主要同咱来讲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。你我那是上帝所创造，我是伫个背后拢有真深真深的神学信仰的根基啊。但伫这个创造论的中间，也来讲第一节，上帝创造光分开暗。第二节来，咱说咱有大会出席了。第二节是上下。天顶。甲地上的水分开，所以面顶甲下骹的水分开。第三日，和水甲土分开，所以土地开始有生产水果、蔬菜，一切些植物。第四日甲第一日相相，第一日是创造光甲暗。其实暗是创造，暗是原来，上帝创造光。第四日，上帝创造光体，大两个大光，咱所捌的日头，对，世上比日头月亮搁较大个光体有啊无？有啦，就在咱古早人唔知有遐个代志，就干那点伫遮，点伫即个，知影光体因素会当体会。这个世界偌大，伊唔知啦。所以，因的描写是一部分尔。用这个光体伫咧定时辰、节气。注意第五节上帝创造啥？那照这个圣经的第一个创造论。空中的飞鸟，海面的鱼。第六节创造啥？
所有会爬、会行、会走、会叮当的、会咬人的，上咬人上厉害的是人，人上快。不过，人也是上好水。这是为什么？你到尾啊，我那都要去嫁娶到一个亲像人的，迄、那个你才会幸福。人的艰苦甲目屎对人来，人的幸福嘛只有对人来。所以人是一个真可怕的。唔通忘记，当这个创作人的时，佫甲你讲一下，人啊，你甲动物同一只创作。人啊，在你的性命内面，你有动物性，所以你若抓狂起来时，比狮、熊、豹、虎搁较厉害。若无上帝常常在你的内面，人啊，你会歪错，你会成做一个伤害性真大的人。OK，等你看到这个。这里还要讲，你是照上帝的意念，照上帝的旨意来创造，所以你有亲像上帝的款。现在问题是，人啊，你嘛甲动物同齐去创造，所以你有动物性在你内面。你到底你要让你家己是亲像上帝，还是你要让你家己亲像动物？在于你家己的决定。上帝会操纵你。这里叫做上帝赐给了你一个完全的自由意识 ，free will， 真可怕哦！到尾上帝要怎想过你，在你底看你安怎样，看你安怎样过你的人生。然后上帝把人创造好了，就放在这个世间，给因两个命令。第一个是讲安怎，你都要生活做这；第二个呢？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人，所以人是有创造是有目的，人是有创造安置在伊的环境内面有一个真大的功能，伊要做一个好的管家。注意，所以对这个创造来讲，人的存在不是毫无目的的。那安尼来讲，人是进化的 evolution， 人是上帝精心的杰作。然后佫交代人，你手里还要做一挂代志，上了人。我想我今仔日聚会，咱讲淡薄啊，我想要讲的是淡薄。因为这个真一个真要紧。我讲这是一个信仰的告别，创世纪第一章，迄是一个信仰的告别。遐个告别什么？我，这个我信上帝。我这个上帝，我所信的这个上帝，伊是造天地，伊是造我，伊将生命传开，伊将所有的想出我。这个上帝，我相信，将我所相信的上帝。跟你有关系无？爸爸妈妈所相信的上帝，会当因为血缘的关系、血缘的关系，怎自然传互囝袂？会啊袂？我甲你讲，袂哈。信仰这个信仰，你袂当压迫别人。回到大因的一个真大的错误是，因为用刀、用剑、用炸弹。逼别人来接受因的上帝，手段不对。上帝是每一个人你家己甲伊的关系，只有信仰的长老伊有伊的囝有可能离开上帝，对不对？牧师的囝嘛有可能成做一个信仰的背叛者，背叛者，对不对？安尼讲啥？信仰是不能直接遗传的。所以咱奇怪，恁这基督徒足奇怪，恁阿祖叫恁个上帝叫做天父上帝，
啊，你阿公嘛叫迄个上帝叫做天父上帝，啊，你老爸也叫迄个上帝叫做天父上帝，啊，恁孙囝、恁囝也叫伊天父，啊，恁孙也是呢，奇怪，恁这基督教恁这种乱伦呐。所以，上帝敢若有囝？上帝有孙无？无。即个讲起食，就是我来讲啦。你甲上帝的关系是你家己甲伊的上，每一个基督徒拢是第一代上帝的囝。要讲阿门无？除非你家己经验这个上帝，除非家己你捌到这个上帝，除非你家己甲伊建立迄个足清楚、足清楚真密切的关系，若无你得到这个上帝，我那是模模糊糊，你唔知咧创啥，你甲伊的关系未清未楚。你唔无法度通过你所爱的生活，所以努力，互你的囝，咱的家庭，咱到咱的厝内的祈祷，咱的厝内家己的家庭的嘛，咱的厝内的单位，拢是咧努力，囝、孙啊、阿爸、阿母啊、阿公、阿妈，通过这个，你知影，这个上帝，我这个上帝真要紧，唔忙，你咪当接受你做你的上帝，伊是你的上帝嘛，是你天顶的老爸，有时你爸阿母还死。连这个天顶的老爸对你会保守你，会甲你同在，咱的信用拢是安全。信用是不能遗传的，我，所以这个家不管你爸安怎讲，我信。像我们在圣经里面在讲到信，信是看得到，看不到。咱在讲咱基督徒要有信心，咱的基督徒信上的迄个信 ，faith， 看得到，看不到。看不见，信是所望，信是未见，确知。那你讲的信用是咧讲着未来，迄、那个看未到的，迄、那个才需要信心。你若一千块伫我面头前，我讲，我信我有一千块，我唔免信啊，一千块伫只加就对啦。我信是，我即久真正我需要钱，我连馒头都无，但是我相信，我明仔载目睭闭开，我有通食。看袂到，所以咱咧讲，我信上帝，迄、那个上帝绝对让你望袂到、看袂到，迄、那个才是真诶，迄、那个才是有够力诶。我信上帝，即、這个上帝阁是我耶稣讲，即、這个上帝是你诶上帝，嘛是我诶上帝，即、這个上帝是我诶即个老爸，嘛是你诶老爸。耶稣甲即个天父上帝相属啦，交互相属，伊是全能诶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诶。感谢主，也是创造天地。因为刚刚讲到这时，我过来把咱看一下，咱今日所读的这个圣经，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，你安那看有咱到底用华语读一下，好无？足悲哀，咱台湾，若要用台湾话，常常读了，大家拢袂做。这是足悲哀，我真讨厌，就是我讲。那到底哪个他们来？对，来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：天地还没有长木，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在地上，也没有人的力，但有雾气从地上腾，滋润天地。因为你看到这，像这段的圣经跟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有同款啊无？有同款啊无？你若要高兴啊，你会注意哦，这当年拢会考哦。这当年高兴啊，伊拢会考哦。若不行啊，就神只有拢会考这条。你做基督徒做啊，可能七十岁、八十岁，你也唔知这项代志哦。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吼，这个故事是完全倒变的故事哦。啊，咱拢唔知影，因为牧师唔敢讲。恁啊，恁请王牧师来遮做恁的牧师，恁来小可讲哦，对不对？是我故意摕一寡圣经奇奇怪怪的牧师拢唔敢讲的物件出来给恁看。啊，这是真的咱的圣经啊。像这第二章第四十二后。甲第七十几个只个创造，甲第一章全部共款。
什么人在讲讲讲？哎呀，拜你那礼拜，你哪做来搞钱了？我表弟拢搞无。好来，第五章，咱个读一个来，对，来，野地还没有长哦，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临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，但有雾气从地上滋润遍地。这个家有四个没有，哪四个没有？五超八。田里的菜色无结无出来，无落雨，无人耕种，大项拢无，大项拢无的中间，后来开始做啥？在迄个大项拢无的中间，上帝用土，然后上帝用瓦去搬落去，变做一个有灵的活人。你若是看拄只红灯路所开的圣经，讲真侪有灵的活人到遐去了就结束。但是中文汉字的圣经加厚，也着佫加一句名叫亚当。你若注意看你的圣经，名叫亚当遐是点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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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字是加出来的字，这个字是加出来。原文的圣经无这个字，是后边的人加老甲加落去。OK， 这段的圣经甲头前第一章的圣经有啥无同款？头前的圣经大项拢有啊，对不？第三天将土地甲水分开，对哇？然后第三天开始土地开始生化，菜色米牛蔬这些水果啊。然后第五日创造动物，啊，第四，迄个第四日，啊，第五日创造天然的飞鸟、海鲜鱼，第五日，啊，第六日创造所有的动物，甲人，人是甲所有的物件比完了，人才开始，然后甲人隔离中间叫人管理。第二章这个只，大项拢无，大项做，大项做的是啥？大项做的是啥？人。爱心做人，这是一个完全无共款的两个圣经的故事，但是你拢唔法发觉伊有冲突吗？然后伫这个只，咱来咧讲，甲世界学生讲啊，上帝要创造好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，啊，咱来咧讲着人，啊，你若咧结婚，啊，就拢讲亚当夏娃对，恁迄个夏娃对都会提出来，对亚当来都会提出来，然后你拢唔知这两个故事完全冲突的故事。也告诉不一样，完全不敢看的告诉。啊，大人英勇的足主权，事实上背后有完全本质上的冲突。啊，不管他在留意，我跟你讲，唔免烦恼，唔免烦恼。这是一个头前这，请问上帝当初安尼创造世界，什么人徛在边啊？有人在做记录无？咱读历史的人知影讲，人类的历史足长足长足长，然后有一段叫做史前史。史前，什么叫做史前？也无文字以前，也人也未晓写，唔捌字未晓写，不拢无文字以前，叫做历史以前。开始人有文字了后，对倒位开始？伫亚洲。汉人这边只只拢差四千年到五千年，印度、迄、那个埃及、南美的只也没有啊，拢差四五千年，对四五千年前人才开始有文字的物件。第二呢，即马伫平遥吼，即马伫平遥突然发骨，一个人的骨头，迄、那个科学家，迄、那个不是干阿咱台湾的研究团队，迄、那个是。国际研究团队拢伫内面证明，这个皮鹅掘出来的人到即马几十万年，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无？几十万年，四十五万年，四十五万年，嘿，
我伫温哥华咧服务的时候，人对迄个英国传真一个人类学，这是国际的人类学研究机构，当来去温哥华服务，然后个上新的研究报告讲，台湾的原住民伫这个土地超过500年以上，伫这个土地原住民，所以台湾的原住民是算到的是到印度、马达加斯加这印度中间咱发的。啊 ，anyway， 即马搁倒转来，唔通袂记。历史以前的人，因唔知影，因呾当然会当用口传。到人阿比拉罕的时代，因开始有迄、那个阿比拉罕，其实嘛讲真侪拢口传。啊，因安怎伫口传的中间，因一个见证一项，即、這个宇宙万面，是对有一个神来创造的。即、這个宇宙万面对一个神来创造，即、這个是我所相信。即、這个神大关联，即、這个神有听，即、這个神有。公平正义，伊这个神，那伊这个神是啥？我唔知影，但是我相信，伊是我的，伊是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我的性命对伊来。即个问题，当这个信仰直直安尼流传的时候，我想今仔日咧，我爱跳一个上水啊。当我讲上帝是宇宙万面所主的时，宇宙万面所主，像我这个上帝，是干那咱的上帝，还是这个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？请你回答这个问题。当咱啊各地讲上帝创造这些宇宙世界，甲人类拢是对伊来，这个上帝。是所有的人的上帝，还是干那你我咱的上帝？所有的人，注意哦，这句话背后意涵的是这个。那用安尼个转来检讨犹太人的信仰，跟咱的信仰差伫倒位？犹太人讲这个上帝是啥个上帝？犹太人的，这个上帝是犹太人，跟外邦拢有关系。这个上帝干那跟台北的，跟台北。建立关系尔，哎，我讲拢无关系。咱基督徒伫耶稣基督死了，甲这个规个地方拆毁了，耶稣基督佫重新过咱知，这个上帝万变神的。因为你有看见台湾早前的宣教书，伊安尼讲，上帝放进囝，上帝放进囝无？伫台南的迄个东门医院遐，锵，上帝放进囝，是安尼讲，上帝放进囝。叫先前的一个概念，基督徒是上帝的子，无伫教会，唔是基督徒的，是不是上帝的子？是啦，因嘛是上帝的子，只是因是上帝失落的子。因为这个信仰的概念有要紧啊，不要紧，有真要紧。外口有真侪人，甲咱边啊，同款拢是上帝的子，只是今日咱伫厝内，因呢？给你出国，咱今仔日咱的团队就是把这些人带倒转来，安尼带倒转来，到上帝面前，还重新叫伊阿爸爸，我来做上帝。团队因为的团结啦，因为我们后来在我介绍，啊，咱马到边来，就让咱三个看见咱的信用的共同。像那个犹太人的信仰，那个犹太人的上帝同一个啊无？有啊无？因有咧相信迄个同款即个造天地的上帝啊无？有。我过来请大胆请，那个回到咱的上帝有同一个啊无？有。我甲你讲，你来甲因的经典。阿拉，回教的人的上帝阿拉，伊嘛是同款，我是上帝，伊的这个上帝是全能的，这个上帝是天地万面的造物主，所以你看，因伫咧拜因的阿拉，是比咱更加虔诚，
因对迄个敬畏，因对主主上帝的心意比咱更加敬虔。即摆问题出伫倒？问题出伫对后壁了后，对即个上帝解释出代志。啊，咱要安怎真？咱要安怎常常倒转来伫即个所在，互咱甲上帝的关系会当真紧密来契合？即款是咱的信仰，咱定定咱的礼拜，咱的礼拜，咱的读圣经，咱的基督教，定定感觉咧巧即个关系，定定咧巧即个关系。耶稣基督的出现，帮助咱伫伫个小步，到底用耶稣基督这个门、这条路来看上帝，比神更加清楚。所以主啊，有你的名实在是真好，咱当心来记得。我多谢主，予阮三个伫天面前有这个时间，三个来敬拜。愿你予阮知，我是你手中所做的，伫你的面前，我是有目的。有目的是创造，每一个人的存在有个功能，有个效果。但是本着主上帝，我真正能看见，我伫你手中来宝贝，你宝贝，我教我安怎样？我的存在嘛有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对耶稣来讲就是爱我这一团，将上帝听世间人这个，互遐个世间唔好的人知影，互因会当倒转来找到这个认识的上帝。我感谢主，因为到位伫这个所在，为了安尼来存在。我嘛知讲，每一个人伫中心伫啊，耶稣教会存在，嘛有伊个目的，有伊个意义，有伊个功能。恳求主，我伫即个上帝信仰内面，我伫伫个超车，我是啥物人？我会当创啥物？我的生命意义存在吗？我感谢基督各主的名。阿门。